大家好，这个鱼啊是我跟我表弟在那个水库里面弄回来的。这个鱼单独把它挑出来了，我们这边叫做呆子鱼。这个鱼比较笨，小时候经常用绳子去钓它的，今天就把它做了。这种鱼的学名叫做砂糖鲤。有个人带你去钓的，还要出砂糖鲤。我老妈不让他去菜园里面，让他去菜园里面，他就会遭殃的。那些菜，滚！我来切的，来了。一块钱一块钱，我来端的。来菜园里面拔点大蒜。加点生姜，现在开始做了。这种鱼挺好吃的，它没有什么骨头。这鱼要炸一下，下面把这个鱼倒下去。现在可以了，把它盛出来。现在开始做了，你看鱼，把辣椒还有这个生姜放下去，爆香。放牛，放盐，放点生抽。现在熟了，来，把它盛出来。现在已经做好了，等一下。哎呀，掉了。这味道不错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，要吃饭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再见。拜。